星矢大鹏一旦觉醒，只有降龙罗汉重新加持精神，才能拯救人间。爹，求你把金身给星空大师。只要我成了降龙罗汉，我就能治好娘的病了，我还能保护大家。一派胡言！我有自己想做的事，你为什么总是阻拦我？金身在此。你一介凡夫俗子，还妄想加持金身？有了罗汉金身，我家主人转世便再无对手。是时候会会老朋友了。我绝不许你再靠近我儿半步，金灵。修元也好，降龙也罢，就是个废物。我儿不是废物。你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保护好你，谁也夺不走你心中的力量。用它去点亮世间的一切吧。降龙，你哪点比我强？凭什么自己能重塑金身？金身本无相，万象皆如。你心术不正，我怎配得上金身？